开始了是吧？嗯。我们先打开这个，主机，然后它就首次开机会红蓝灯闪烁，会直接红蓝灯闪烁。然后首先我们连接蓝牙，连接手机蓝牙，要找到这个海斯诺，进行连接。现在我们现在就已经连接上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连接另外一台，先把这一台打开。然后这台按到红蓝灯，配对模式。然后我们这边也是长按，也是红蓝灯配对模式。然后进行长按一下，按一下，短按，然后等待连接。现在就已经连接上了。如果要断开对讲的话，现在就是长按。然后现在已经断开了，现在就可以听歌。然后回连也是长按两秒钟，现在可以了。喂喂喂，可以了。